说明与佛有缘哈。嗯。那个白白色那个小顶哈。哦。白白色。哦，下面哦，在下面。啊、对，最下面那个白白色的。哦，车子经过，现在车子有经过那里哈。哦。山上的半山腰中间啊。有个白色，有一坨。哦。等一下，关一下。白露丝，赶快！白露丝，赶快！你要装下来。这就说明大家呢都与佛有缘了，在中国的佛教里面呢就有一个典故啊，说的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小和尚，他晚上呢吃了很多菜，喝了很多茶。晚上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呢，就想上厕所尿尿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实在是憋不住了，就急忙的往外跑。这个小和尚啊，他就跑到了一个大雄宝殿啊，把这个内急问题给解决掉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刚好有一个老和尚经过哈、啊，他看到了就非常的生气，就训斥了这个小和尚说。大胆无礼啊，怎么能在佛祖面前呢做出如此不雅之事了，一点都不把佛放在眼里。这个小和尚呢，他的头脑灵机一动啊，他就访问了这个师父说，师父，那你告诉我呀，哪里没有佛呢？那我们心中有佛，处处有佛了啊，信佛呢而不是进行集合程序，也就是我们修心的过程的。你上面那要刷爆点，云河，云河，哎，云河，啊，对，我们这个是新疆的云河哈。云里有个我，就是属那个树的。